严曹坐下来谈是我一大愿，能坐下来因为李靖，李靖不能白白送命，他要活着，他人该在这里，他走了，魂该在这里。我想请问二位帮主，你们怎么知道李靖出事了？洪秀昭的交好报的信儿。洪秀昭怎么知道的？怎么插手的？是谁告诉他们的？什么事情都还没有，洪秀昭就一张密帖给曹，一张密帖给严。古湘云署名下了劲儿，用了毒的挑拨，古湘云用意何在？还是古湘云后头还有手还有人呢？外面什么事啊？闹哄哄的，像是兵荒马乱的。巡抚衙门好像在操兵。操兵？哼，巡抚大人可能了，又会吟诗写字，又会操兵。哼，就是不懂得知会我这个严曹总督一声。你操，你操，不要掉在我的手里，不然我就要你的小命。哼，他的罪够死的，朝廷要他督抚严曹，他离间严曹，挑拨是非，以便剥削他，招权纳贿，无视官箴，开了个洪秀昭，还收黑钱。他鼓动斗殴厮杀，毁坏治安，为乱地方。朝廷怎么会用了这样的官呢？错在哪里呢？错在乾隆。四爷。四爷。这什么意思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严曹两帮公开会谈，批评朝廷命官，你们还问我什么意思？我看你们是想公然造反呢、啊！来人呢，在，把反贼给我拿下！是。是是谁在讲话？严邦仁义四爷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这四爷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。皇上。快呀、啊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你是皇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婉秀，皇上就是四爷，四爷就是皇上。啊！哦，请皇上恕罪。婉秀，何罪之有？你放心，这里有我。谢皇上。索拉旺，你贪赃枉法，滥杀无辜，罪无可恕，朕判你死罪。甲流保住，压下。扎。
来！索老婆，你好大胆！谁先要我死，先要他亡！索老婆，你敢违抗圣旨？帮主，这是仵作从李靖身上捡出来的。这是什么？陈坤，你看。哎，这我好像见过。这我知道吗？这是耳环呢。是啊，是喇嘛的耳环嘛，帮主。喇嘛？没错，是喇嘛。李靖就是你杀的，我要替他报仇！抓起来！是。乾隆，是你逼我杀你。索老旺，欺君犯上，快束手就擒，朕赐你一个权势。呸！快抓起来！
想逃？抓起来！哎，大爷！押他们走，统统押走。走，走，皇上呢？哎，皇上呢？皇上呢？对呀。哎呀，陈坤，帮主，何等，帮主，你跟众位弟兄留下，我们快去找皇上去。好，走，走。乾隆，你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招吧？你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。你不应该没想到，朕穿了皇家至宝金丝甲。皇上饶命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把他押去。臣等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哎，快叫万岁爷！哦，快啊！小鱼儿叩见皇上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小鱼儿，这次的事情你有很大的功劳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汉臣索拉旺应该怎么处置？索拉旺，朕不杀你，朕把你贬为庶民。盐帮帮主陈怀秀。皇上。曹帮帮主江陀。皇上。索拉旺跟你们两帮多年的恩怨，朕就把他交给你们两帮处置。谢皇上。鲁姨娘，索拉旺现在垮了耶！哎，大伙儿尽量的吃啊，这我请客啦！真的好棒哎，四子爷就是当今的皇上哦。皇上吉祥。陈坤，擒在手足。皇上吉祥。退下。谢皇上。皇上吉祥。怀秀，起来。谢皇上。皇上请坐。皇上，
昨天到现在，都在盐曹都雅处理全案。皇上，昨天到现在，民女都在想一件事。什么？民女在想，怀秀跟皇上要如何相对，才最为妥当？讨个封号？皇上，万万封不得。万万封不得。嗯，封一个陈怀秀，会腾笑天下。腾笑？这也是佳话，不是吗？一时是佳话，过后是议论，未来是乾隆皇帝抹不掉的污点。管他呢，来，怀秀，跟我回京城去。人言可畏，人家会说，皇上你重色，怀秀重利。你想的太多了。为了皇上，为了怀秀，好生冷静。心如浪帆。东非劳勃，西非燕。当然不是了，皇上留个知己在江湖，以后皇上南下，怀秀北上，有缘相见的话，四爷仍然是怀秀的四爷，怀秀仍然是四爷的怀秀，这不好吗？不好不好，跟我回紫禁城去。宫门一入深似海，从此孝郎是路人。你有萧郎吗？盐帮。盐帮？是的，我在盐帮大堂发过誓，我曾经在盐帮大堂发过誓，要深许盐帮。我在父亲临死之前发过誓，要深许盐帮。如果我跟您北上的话，就什么都是假的了。皇上，人要活得体面。盐帮的体面，你的话。赐我体面，帮我体面，至多至少，盐帮陈怀秀没有见好就弃盐帮于不顾。四爷，我在您面前什么都不留了，汉湖之约终身不悔，只求您能为我，为千千万万条粗汉子，您的小名留份体面。怀秀，四爷会想你。四爷，怀秀会想四爷的。